时阵搁奇怪咧，袂啥物。即阵你嘛唔知啥物啊？唔知啊，你都真唔知。我想讲你啥物拢知诶，即咪遮准啊？即个陶瓷者诶，迄是集装饰品吧？陶瓷的装饰，陶瓷者诶装饰，啊个即毋是陶瓷者，即是用迄个。即毋是陶瓷者诶。即嘛塑胶啊。啊，叫啥？十五世纪。青花星月行君池。欢迎坐乘。中国诶。这袂当坐哈、啊。哎、欸，当然了，现在欢迎乘坐。对，请勿乘坐。是哦，欢迎。空哦，我讲我白念，你真正当作真的嘞。这只啥搞哦？搞啊，你嘛。所以这拢是用陶瓷做诶。这塑胶诶，陶瓷用安尼。我唔知呢，我无摸，我拢唔知影呢。正常你是十五尺安尼尔，你十五克，你只十五十几公分尔。十五世纪青花加彩，哦，越南的。越南的啦。啊，你这在打中国的啦。这是哪会知？靠地啊。十二世纪青瓦花型水珠高丽。高丽的是韩国啊。高丽啦。高丽是韩国啊。高丽啊。系啊。哦，这看看这支地果上水。你这最高是个中国的了啊。这只地果上水。啊，来看迄边好啊，对对开始无？对这边好啊。是啊，那漂亮的花纹。哦，对这边开始，对这边。漂亮的纹饰。陶瓷上面有很多那种图案啊。哦，够迷哈！陶瓷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花纹。它的花纹是什么？又有什么特殊意义？我在看咱这只龙啊。龙。龙飞九天呐、啊，对吧？啊，边仔一挂迄个花点缀、啊。我两卡在旁边呢，这个卡呢。哎呀，叫啥、啊？青龙青花龙纹。天球品，球就是圆的啦，叫球。明朝的啦。好，再来一边。啊，先看伊介绍好啊。高丽。像像什么？象千鹤纹梅品，这个鹤啊。哇耶！象是讲象腿吧？看你穿的卡一款。哦，这拢做了真水的，这好像搬当来厝的菜都好啊。下面的更光滑。这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瓷器啦，啊，这拢仿的啦。哦，要笑啊！呵，我这边。我这鱼拢要无去啊！明永乐青花瓷啊，青花把莲花啊，花纹盘饰啊，有那种莲花啊。啊，这个越南。这是吉他吧？越南青花鸟。青花鸟是作品。文凭。我这跟咱中国无啥共。这个跟啊是鹅啊，咱拢用鹤对无？你敢做爽个呢？大家用这个真水，这个是高足碗，卡管啊，这对一个月啊，你食饭用啊这管的碗，啊知，无啥，原材啊，买中国的啦，元代，这还算蒙古人呐、啊，伊可能用在食饮酒，好，啊这个渣土，你等那个渣啊，等骨啦。垫垃圾桶啊！哦，刚刚等的是垃圾桶啊。垫骨啦，垫鱼啊，垫残渣啊。垫光。垫残渣啊，等垫厨余啊。哦。垃圾桶用较水。系啊，哦，这支。石虎，这个啉得酒的啊。石虎啊。系啊。就是安尼关起来有无？来品酒啊。这边拢背光。梅瓶，梅瓶可用来装水啊，酒啊，液体啊，比较挂，袂当开啦。啊，即摆袂当，袂当开，袂当插花啦。啊，这是花瓶吧？蝙蝠啊，毋是补迄蝙蝠哦，变蚵啊。变结果，伊讲圆的较歹扎，你就是安尼扁扁的较好扎，下背安尼挂就好啊。
到此啦，啊，这是第一件，小改成安尼，小第一件成为一个图案打底，烧，树烧打底，嗯，啊，再来，搁上釉，搁烧一件，第一层釉，搁第二层釉，就是你搁另外一色，搁用起哩，搁烧一件，啊，再来，规个拢布起哩，再搁烧一件。我看第三件，你就讲有遐戏啊，低温烧制，就是用色啦。好 ，OK， 别。向坎啊，向前啊，向前啊，那不是坎，前，啊，这是做在胶啊，嘿嘛，伊这先烧安尼，啊，再去补另外一层起哩，第二个去另外一套，去用起哩，对，第三，第三去用乌白，啊，再来再去最后去上釉，再照青釉去甲烧，你看青变青啊。过来，这边，这个无事啊吼。这粗胚尔，叫粗胚啊。哦，这拢我未处理过啦。系啊。啊，伊这刚本来有迄个陶瓷在用起哩，啊个就是即马可能疫情关系，这本来是。陶瓷破掉了，请帮忙复原。可能有边有这些碎片，那个好起溜啊，跟组成一个那个用爱克把。帮伊复原啦，爱金曼已经。疫情关系的关系，拢甲收起来。甲收起来。因为迄惊人，做侪人懵着，在上懵着，唔知影。啊，这嘛是啊，这个人该来得。给你甲倒起来啦，破地啊，啊，给你倒起来。系啊，然后你甲拼上去啊。好。这个是瓷器啊。好，这就是什么？花纹啊，伊的花纹。瓷器花纹介绍结束。